冇錯啦 ，Livestream 嘅粉紅色 Peony 顏色咧，終於到咗鋪頭。之前咧訂咗嘅朋友咧，已經陸續可以收到呢一個 Peony 嘅顏色。真人真係都幾靚嘅，呢個粉紅色好粉下噶，係咪好襯我？係啦，咁有咩唔同同埋價錢方面有咩唔同啦？咁 Peony 呢個顏色咧係會貴少少，因為佢限量版啦，喺香港嚟講，咁就係3188蚊。咁而家我哋做翻2232蚊嘅。咁第二樣嘢佢價錢貴少少係有啲嘢唔同嘅，就係裏邊咧加住個 timer 嘅佢，你每次開著嘅時候咧，佢就有啲音樂啦，而且每隔3分鐘咧好舒嘅，佢有個提示嘟一聲嘅。咁譬如有一 part 你想做2分鐘嘅。咁你就知道第二下嘟一聲，你就可以轉位置啦。咁就唔使 set timer 或者睇住個 iPhone 個時間制啦。咁係非常之方便，好方便。同埋記住用完之後咧，係用酒精咧消毒一下，衞生啲嘅。咁呢個 Livestream 嘅 Wrinkles 都係四隻顏色嘅光啦，一個係 Infrared 啦、紅外線啦、Deep Red、Light Red 同埋個 Amber Light 四種光，咁係400mm 嘅，可以照到皮膚嘅底層。如果想加強嘅效果咧，之前同大家介紹過啦，個微針嘅效果係非常之好，同埋我上網咧已經喺美國，原來其實已經有一部咧微針加呢個 LED light 嘅效果係非常之好噶。咁而且咧佢加埋嘅效果咧就變咗一個 light stream 嘅加強版，或者一個微針嘅加強版咧。咁你可以做翻細緻個毛孔啦，彈手好多啦，改善一啲凹凸洞好明顯噶，同埋你摸上手第二招咧係。smooth 好多好多，咁比起你齋搽精華咧，一個咧係會係更加之好嘅配搭。咁今個月啦，就購買 Livestream， 無論係粉紅色又好，白色又好咧，都可以咧85折購買呢一個咧微針嘅。咁原價係480蚊，85折咗之後咧就係408蚊啦。